而一年一度的台北101国际登高赛今天盛大展开了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以个人组报名参赛，但原本他是设定40分钟内要爬完91层楼，最后却大概花了大约是45分钟。他说对成绩不太满意，因为今天的身体状况不佳，在参加比赛之前还先去台大挂了急诊。2 and 1，敲声一响，台北101国际登高赛盛大展开。市长柯文哲首开先例，参加个人组挑战赛，蓄势待发。哦，我这是赶鸭子上架吗？我爬过玉山了，就把它当作在爬玉山就好了。有没有预计要多久时间爬完？40分以内啊。柯文哲信心满满，全副武装，穿着运动短裤，而他的衣服也很有心机。市长率先来参加，其实只是要带动一种运动风格，所以我今天还这个已经开始展开自入性行销，你知道吗？参加比赛不忘露出世大运倒数838天的特殊 logo， 希望台北变成爱运动的城市，但真的爬起楼梯好像还有点拼。气喘吁吁，45分54秒爬完全程，比自己预期的目标晚了将近6分钟，但连站都快站不直了。柯市长身体还好吗？今天早上才去台大急诊处理的，我本来还想说，不过来想一想，因为这么多人都准备了，硬着头皮来的。因为昨天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，我身体不太舒服。不是，我怎么会紧张？公务繁吗？不是，这个年纪大的总是会这里有问题，那里有问题啊，没什么。那我预计是40分可以跑完的，不过应该花了45分钟嘛，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柯文哲率领市府同仁参赛，虽然身体为恙，对成绩不太满意，不过已经完成创举，成为11年来第一位爬完101的市长，难得和将近5000名国内外选手齐聚一堂，让今年的101登高赛更有亮点。玉电TV林伟旭、沈永佩台北报道。